你好，你好，呆呆，你好，先生，我要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字叫阿敏娜，我今年36岁，我的体重65公斤，我的身高153公分，我结婚了，我有2个孩子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我有做过在亚加达工作10年，照顾孩子，照顾2个孩子，我有去台湾工作。今年照顾阿妈阿公，我帮阿公换尿布、洗澡，然后我可以煮菜、煮饭、煎鱼、蒸鱼、煮汤都可以，谢谢。